他们跟着 tempo 动起来，又唱又跳。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请你跟我这群叔叔阿姨们节奏感不输人，展现活动力，甚至大家一起洗手做羹汤。满满配料的肉羹汤在大家携手合作下完成了。这里就是内门有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在双十一这天启动揭牌，而它还别具意义，是高雄第500处关怀据点，目标500。 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长辈的人口数一直增加，所以我们年底会达到520个点。高龄化社会成为全球趋势，截至今年10月底，高雄65岁以上长者有49万多人。要让长辈乐活安老，市长陈其迈积极布建，任内新增125处社区关怀据点，预计年底会达到520处。那个大厦安安的这上班要讲好，顾过了，吃一下聚餐啦啊！ 高雄配合中央长照政策，提供弱势失能长辈生活津贴，补助机构安置费，更规划2处全国唯一银发家园，盼透过各界力量共同照顾他们。华视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